Vajrasattu samaya manupalaya Vajrasattu denopa Ja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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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enbawa Soto kayo Subu kayo menbawa Anurato menbawa Sarva siddhi menbaya Sarva karna susame Chetan shriya guru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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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Baka Sarva tata gata Bandrama menmunta Bandzim Samaya sato Tā tū chēne ngā tū sāmu kāntēs tāng kore sēnā tā ngā tū tā pūmbu ngā tā tā ngā tū ngūsum tū tōng tēpā tērē tā mī kā tōng yā yuwa tēlā sōki pūmbu sī kore tēlā yīp tāng kātō nī sī sūpū kī yīp tāng kātō nī tē tōng yuwa tē sōki pūmbu sē tā sōki pūmbu tēlā tēne Tsawa tituchi yungkawari, tila tsarwa sikawari. Tini, tsawa chit. Tsawa titili tini, dushi ki pungpo sun, dushi ba. Yabudu, yagumidu sawada, chimbota, chungwala sopa. Dushi tsemar zimba tis, oda tere. Tini titili, dushi suki pungpo di yaba yende kala tsarwa chit. Tsawa di yaba yende tini, tila tempe kini. Dushi chen. Tene dushi deyote kona tila tene duji su. Duji ki pungpo su chen. Tene nambar shepe pungpo su. Se ta tiga sangma mazo tiga nyamdo chigi tso te ore pungpo nga su. Ta pungpo nga de tso deba, pungpo nga tso deba de. Ta tanda tende yela chungye la tene su kor tega dowa. Tu singe tu samu si tang ta sru a. Jiang le shang yi duan de fengxi zhi hou, wo men xu yao si wei de shi shenme ne? Xu yao xia shou fengxi de zhu ti, zhu yao shi shi zai ke jian de wu yun. Dang wo men jiang wu yun de shi hou, zhi de shi se shen, se shou xiang xin shi, zhe wu ge mian xiang. 首先我们见到可见的法从形状颜色来辨识它，所以这个是受蕴色蕴。对于色蕴接受了色蕴以后，我们会产生感受，喜欢或者是排斥，所以会有苦乐的感受，是先有苦乐的感受，有了感受以后呢，才有想蕴，才有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小的，这个是想蕴。想蕴它指的就是对于感受的执着，就产生了相的判断，执着的判断之后呢，有行蕴，行蕴之后呢，又有识蕴。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成了我们正在生命当中循环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十二缘起是在五蕴之上。在运作着的。好，对这样的，那些就碰不下的，那些错，那是呢，就是呢，他提的，每个 number 写吧，哪个 number 写吧，哪个 number 写吧，这 number 写吧，六个 number 写吧，一个 number 写吧，是，他他那嘛呀，就，女意思，女么别意思，对呢，就。남시 초 개스 군시 남시스 군시 남시스 남시 초 개 개체나 도스리 되면은 초 저 얘기 남아시바도 죽죠다 그렇지 되게 되 얘기 공수제 일단다 두제데 심중리 심중 난에다 라바데 두시다 서로하던 두신이들에서 서로하던 두신이들 심중 라바지 니 지나 디니 디 심중 레데 심중 라바인데 고 가가체 바레스 어다 도제 땅 아주 내려진도 가라 제 다다 르지 풍부디 아다 종화시 되베게 풍부지 차도 르디 사추 멜롱 어제 다인데 가라 도 다다 고 찍을 찍게 땡한테 바지만도 그런 라자 토와지 찍자 민도가 인자 주마다고 멜람다고 저래도 삼바지 다 되라
착신제 가야면도 삼바제 당화제 가야면도 차당다 대화 대니로 시에받들라 마리바다 대화제 마리바다 대원도 가라 되는 데라 차다제세 유라신 게 만주바 내려지리도 산대에서도 아주 남기대 검토 검토는 야구여래스 刚刚提到五识的最后一个是意识，那有时候说是五种识，或者是五蕴当中最后一个是意识，是这个试运它通常说是五识或者是六识，有时候说是八识。如果说是五识的话，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跟身识，如果再加一个意识的话，就是六识。那通常如果说八识的话，就是再加一个染污意，或者叫烦恼意，也就是莫那识，这是第七个，再加上一个阿赖耶识，就成为八识。如果不说八识的话，通常是说六识的。那么再来呢，想运它是属于心所，那心所当中有分为粗大心所跟细微心所。那想运它跟受运这两个都是属于粗大心所，只是在粗大心所当中它又分为了受跟想。至于行运呢，是集合，这个集合呢是跟地水火风等四大的运作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就想，哦，这些五运它的运作都是彼此依缘起而生的，它没有一个独立于其他的条件而能够自主的一个法，这当中没有一个法是可以独立自主的，全部都是依附于其他的法而形成的，依于前法而生出后法的，比方说依于无明而后来生出了贪嗔等等。如果你这样子去看缘起的规律的话，对自己的心是非常有帮助的。他我就在确立了就是做对个了，我就信了判断是什么当过人事的今年嘛，卢水的热达，的罗达的热达是，的罗达先把怎么接当，卢水罗达的先把怎么接，就是搞到搞了的，的怎么这个，我说判断没呢，就要骂人是，的了带呢，判断的是卡的用的多，什么卡的卡的判断不多，我这里什么当过来是。当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应当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对自己的内心有益，这样学才有道理的。当然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传统，会有一个规矩，可是你不应该只想着我们要延续这个传统，过去规矩是怎么样你就照着去做，只是这样子的，但是对自己的心产生不了饶益的话，这是不许可的。你应该去想怎么样学，怎么样做才能够真正的有益于自己的心，有益自己的心，这样去学才是正确的。等下就上了当我就干了，可能呀，大什么啊，什么这个大这个，全部修善的，与这个，人家托我到过这个的，民都上把这个落了下过来。这民都是落下的干了，等呢，过去确定是这个电竞台湾中央是大等的热度。但这次的这个但把什么都夸了人心的主播的看也没都三百三百的当他的当我就看了的呢得了的呢马里巴的熊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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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给国民给什么了落了下来给国民的客户差个了但是就上不当的我呢在这里都他在这里就没在这里去这就我就接完两个多在这里在这里我就留的住不多在这里就跟当我呢是个大声的他们都上不去落了下来了但他的人民人把的冲冲冲冲冲他去当过来也是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去思考，比方说我们都会有个自我的概念，有个主体的概念在那边，这是透过学习佛法，然后试着运用这些佛法来饶益自己的心，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下
我认为这个自我到底在何处呢？仔细分析以后，发现他没有办法有个实存的自我在那边。然后你想说，哦，原来一切的法都是互相关待、彼此依存，唯一只是一种互相成就的一种交互作用之下的缘起状态而已，并没有一个事物它能够离开其他事物，具足实在的独有自信，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你是按照这样子理路去确定的话，你内心无明的力量就会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可是如果你没有下这个功夫去做禅修，你只是笼统的接受这个观念，你也不去管对你的心有没有好处，你只想说，哦，我们信佛，佛不承认人我是实存的，好，那就不实存。然后呢，所以的本尊也不实存，然后你就只是这种知识性的观念，但是你心里面并没有产生定解。当没有产生定解的时候，你的禅修就不容易真正进到心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透过自己亲身的抉择，确定这些道理。哦，原来事物的运行的规律会是这个样子。之所以现在会看到苦，是由于无明这样子一路过来的，它是怎么样子？依着十二缘起的规律发展到最后，忧苦这个样子，哦，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形成的？哦，原来是如此，哦，那我自我是怎么样个不实存？它是为何我们说，自我不存在，它无自信？这些道理你在内心当中获得确定之后，你要下手去灭除我执，让我执越来越淡薄，才有个方法可循。我等到空头那天，到的。shūne sūngwa nā shē tē tēne marik pē nyōngbō tēntē kōm sā tē chā kio hā rēs ā tēntē dōs dōs rē 如果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能够这样子去做禅修的话，才叫做为了要对治无明，所以修缘起观。다 나중에 동부송도 시작 봐라 자오 송다 대 가들어서는 마릭 바당세바당렘바솜니뇨모베톰보이노두제당세바니니레지톰보이노남바르셰바라소바드니동에이노데다라야오마텐종레옐라제다중예강톰보솜도셰바라자토베텐종송테다뇨모베톰보당레드톰보당동에톰보솜다레다뇨모동에당제데주숨게나도용수도수보다도세브라도데카데카라스나당부제바군요모스아당부마리바제바세바구바렘바요모동보아니바두지주바세바숨들레지레인데스랑만도야동해옌소다데레어再来回来我们看到本论里面提到，前面所讲的十二缘起的这十二个部分，它又可以分为三段。在本文当中说三个关键，它就是三个部分的意思。哪三个部分呢？烦恼属于烦恼的这个部分，属于业的这个部分，以及属于痛苦的这个部分。其中无明、爱取这三支属于烦恼，然后呢，行跟有是属于业。剩的七个呢属于苦。在中道缘起论里面讲了，能人所说法缘起十二缘起之涉及其义理，应知有三要：烦恼业若三烦恼业苦是初八集第九，是为烦恼摄；第二集第十，乃为业之摄；其他七缘之皆属苦义摄。所谓的初八集第九，指的就是初就是第一个，八呢是第八个，然后还有第九个。初指的就是无明之，八呢第八个指的是爱之，第九个是取之，所以无明跟爱取这三之属于烦恼。再来呢，第二跟第十分别是行跟有，这两之呢是属于业的，剩的七之都是跟苦相关的。好的，大心地告诉你，这里那种主动调话是，到底学的简单调话是多啊？学习差不多，他什么老么好些了哇？他
yang nang ge ten jin dawa chung wa kyan da yang dawa yin de si de ga si na sa da chu da me da lung da chung wa xi jie nam kha kam chung wa nga jie nam ba xie be kam du a de nam ba xie be de kam du du de be qi ro kam du de be pung bu si de le de la lu ji sa we sa we ngu bu ngu bu chu ba chi ba de ne saya kam shi jao lu chu du ba chi ba chi ba ne dube jawa jiba ni deni chuyi kamshi jawo deni soba dan, kala soba dan, deni chuyi tongwa la soba juwar jiba deni me kamshi jawo uk chi nangdu juwe jawa jiba deni lungi kamshi jawo lugi nang sup suna paru yoba yoba deni nangwe kamshi jawo deni juwa nga dije, kam chu dije deni nambari jiba ngayi so su dashi kodu suwa nashi mik nawa na je lu namshe ngasa tere, nambara shepe tso nga, tene sache yegi nambara shepa, yegi nambara shepa, nambara shepe kam chuk, nambara shepe kam she chao, gen teta mebara lue kya wa mingyuru chi su, gen teta tamche chane lue di sobare, de mebala lue di yunga yo mare su, ta kya war mingyuru chi, nange kam chuk chanwar, kyurba tamche, Sama sama dua dale lue ngobar cobar juro tadang aduh tu nyobar cobarai dale kam tujuan tenyam tu taki kam tu kam tujuan tenyam tu taki lue di lue je sawala sobar cobo nyam tu mesem so lue korang ke ha dene sajuk melonlah sobar tadang aduh cobarai sebab tenyam tu dia marai mesem lue jang Terebe, Tela, come to Jan, Tenyamdo, Dag, come to Rutum, so sorry, Kona, Dag, Luigi Sauer, Sagetene, Ne, Luke Sauer, Tugwig Jawachi, Chu, so Dubri Jawachi, some, but then Namdo, Yomaris, or Luke Korainaya, then Luja, Dinyamdo, Dagi, Gendeda, Gedo, Yamdo, Messem Mers, Luke Koraina, Martin, Joa, and the come to the Sebare sampai ti, nampu topat di Yomaris. Yangjang jadi dalih Yunsu jawab jero ini, jadi datang jatuh sanggup juga lah. Tadi tu cubung kores, lah. Kalau jadi sampai nampu menanya ko jadi sanggup, jodoh jadi sanggup, tu ko cacing masih tu suyung kores, sungare, lah. Ode, jadi kan dah, tenis, tadi dah sih kondo siapa dah sih jadi cuma tahu, melam tahu. Gente,当然，大都是南面结果过来，宋华人。前面在讲十二缘起的时候，主要是从因缘当中的因去讲缘起，从通常我们可以说这是外在意义的缘起，然后再来呢是内在的缘起，再来呢是外的缘起。那这个外的缘起是从缘来讲的，那这个缘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 构成我们的身体是由六大，或者是六界而组成的。所谓的六大或六界，指的就是地、水、火、风，这是四大。然后加上空是五大，再加上势，就是心势的势，就成为六大。有时候也叫做六界。那在本论当中也有讲到这六界跟身体是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呢，地大的作用是能够支撑身体，让它能够坚固。 所以支撑的身体的作用是地大种的作用。再来呢是，使身体呢能够聚合，或者是或者能够运行，这个是水大种的作用。再来呢是使食物能够在身体内消化，滋养的这个作用是来自于火大种，还有使自己能够呼吸的作用是风大种的作用。那么我们身体当中有空间，就本身能够让物让这个。
物质体在身体里面运行，这个空间是空大种的作用。再来呢是心，包括了前面所讲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识称为五识聚，加上一个意识有漏的烦恼意烦恼识，有漏烦恼的这个意识，意识加上五识聚就称为识大或者是识界。那这个识呢，识的作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心理的种种作用。那透过前面的地水火风空，还加上识的作用，就产生构筑成了身体，这个就是所谓从内在来说，我们应该说内在，刚刚说是外在，应该说错了，这个是从内在来说的，我们身体构成的方式。那这个构成身体，就是以这六大或六界作为缘而促成的。可是当它在形成身体的时候，六大会不会想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我要来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呢？不会，他不会，他会不会想说地大种来作为支持身体，来作为使身体坚固的力量，然后呢水大种作为能够集合身体使身体运行的作用，火大种让身体能够消化，风大种让身体能够呼吸，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要来变成身体呢？他没有这种想法。同样的，身体是来自于六大或者六界的，他有没有想到说我是因为六界他们的协助他们这些缘的促成才有完整的身体呢？他也没有这样的想法。虽然六大没有打算形成身体，身体也没有想说我是由六大而来的，但是当六大的因缘碰在一起，这些事情聚在一起的时候，自然的就会有个完整的身体的运作出现，这个就叫缘起性。所以我们说所以正论当中说到，正是因为有此六大之助缘，人体才能出现的，这是从缘上面来讲缘起的。实际上从这样子六大生人体的观念，我们可以发现缘起确实如同先前所说的，它是如同幻术，如同梦一般的。当条件聚合的时候，虽然没有丝毫真实的自信，但是现象就会出现。这现象出现的同时，它又没有任何的本质，就像是天空，就像是水面上出现的水泡，它暂时出现这样子，待会又完全了无踪影，就像是天空的飞鸟飞过以后没有任何的痕迹一样。当你这样子去看一切缘起法如梦似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执真的是不值得去追寻的，自我确实是没这么一回事的。相对于我的心能够取得那个对境，外境也非实有的，不是我所执着的那个样子在存在着的。我们所谓的实修要靠这个方法去实修的。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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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리베 겐긴 두지 남 제자와는 뭔지 타라 떼바오 마리바던 두지니디 겨왕에말라 겨왕에말라 떼바세 데네 남버 시에바 네 초웨바르스 남버 시에바 민수 데네 제지 렉바 소르와 딩아데 첸텔라 떼바레스 다다와라 떼바오 데네 세바 렘바 시버숨데 叫我起码了，对吧？嘞，是，对呢。叫我开始这个打，从我这条嘞，我提前呢，对，这片子差不多中了。叫我送了，打等天了，就要做吧嘞，做个嘞，送下来。打的其他就都送下来。打其他难些了，等到路边营业的，对呢，不能甚至就，我当过少，当过少家，我真的真的少就。마치 그 파르테날라 때네 중에 조그레 송시아레 때네 저번지대 송공게 텔레통화 깨지질라 때네 때네 나 중에 조그레스 때네 송시아레스. 那如果有人问说十二缘起是在一生当中就完成它所有的程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从《佛说大圣十地经》里面来讲。那这个十地经里面就提到了，前面两支十二缘起的前两支无名支跟行支，它是属于前一世的。然后再来有中间的五支是属于这一世的，就包括了识、
名色、六入、触跟受，这五支属于今生的。然后呢，爱取有则是属于来世的。用这样子来说，十二缘起跨三世的道理。那同样的，在其他的论师也有不同的主张，比方说世亲论师他说从出生到死亡这一个全部的过程，一世的过程就具足十二缘起之。那救护主吉天颂公他则是说比这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圆满十二缘起，他说的是刹那之间就具足十二缘起。啊，但是这里来了这么的都不送的歌颂啊，아뇽몽베톰보레게톰보데게톰보스톰보스메데칼라아맨투수통동제나라톰보스도조토그레스아맨칼란더소베나아칼라소야당고데셈데칼라들의소긴에사베셈게남도쇼레아남도테단데베코네데네아칼라소야주제데가정말루스루스바데게데레게톰보레데네칼라소차수나대비동부래그때나조주직조주차가나라어때조토그래로와다깨지질러조수대가나뇨몬베토보빼나뇨몬베토보카라상다다뇨모빼나대사시당하다보대그뇨모동부래대단대회뇨모대단대회그셈메대와지어래뇨모뇨모카라뇨모동부제뇨모대단대회그그레지다가라렌저와다가요래대단대회샘메대와디데뷔도부래여자깨지질러쏘고도와다노도빼최냠내지알아빼패도치보여그래서那是上一段我们不是提到了十二缘起分为三个部分，烦恼、业跟苦嘛。这苦我们把它当成是果来解释好了，就把它阐释成为烦恼、业跟果。这样来解释的话，就可以说明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具足十二缘起的道理。怎么说呢？我们把十二缘起配属在三个部分来看。比方说今天要做一顿饭，你起了念头我要做饭，这个我要做饭呢，它相应的起念头就相应于烦恼之。再来呢，你就开始准备材料要做了，那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作用有动作，所以它是业之，跟业相关。再来呢，你就会得到一顿饭，就做好了，就菜做好了，那个是果，就是相应于苦或者是相应于果这个部分。所以呢，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只是从有念头到菜烹调好，就具足了烦恼、业跟果这三个面向，所以是很短的时间当中具足十二缘起。那至于救护主吉天颂公所讲的刹那之中如何具足十二缘起呢？他也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以烦恼分这个部分，简单的就从烦恼本身来讲好了。三毒升起的时候会本身会造业，那个业会导致不开心的果，所以呢，它只要一升起三毒，就会有十二缘起的。那么比方说三毒当中的任何一个烦恼升起时，它本身就是属于烦恼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有烦恼就一定会牵涉到业，所以呢，因为这个有烦恼，所以一定会有业之，业的这个部分也会具足，所以烦恼本身就具足了烦恼之跟业的这个部分啊。再来呢，烦恼导致内心的不欢喜不开心，这个是果，所以呢，烦恼到不开心当中就具足了烦恼、业跟果三个部分，所以十二缘起完全具足在里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懂得这些道理的话，真的对自己的心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学问那些在呢，学堂的不就什么结尾呢？学堂的牛毛都不热，这学堂结尾的了，但呢，学堂可能给来吃啥呢？来的了，学堂可能给来的了。때는셈메대와지제부차버려요그치제용도와다대제때는동행못하는다도수용거래어쩌다그런시간을때문에다레사가쓰기때문에용도수용거래다아주최신은내대기초로다지신은다시간을쓰면계속하라시간을깨봤더니야이시간을해도300쓰면랑성공했을수나이시간을때는시간때가야주민도삼바지코교단제일개백은
뇨모 남도 지레 모두 코라 라지 토바지 가야면도 그 신결에 때네 중화래 삼바지 때네 가라 때네 디 뇨모 라시 시당 라시 매바지 또 온데 디 또 디 디 또 발라 때네 딜라 땜베게 레드 때 죽도 바래 레드 때 죽도 바인데 디 드부 동에 디 다 예송하래 다 요마래 어딘데 가나 아주 배는 아주 저 시중들에 다 잡혀진 도와 깨지질로 조상께서 어디든지 용거래 소화래 同样的像刚刚讲一刹那当中升起烦恼就可以具足十二缘起我们举嗔心为例好了 当内心升起嗔心的时候，嗔是属于烦恼的一个部分；由于嗔会造不善业，而由于不善业会使内心不愉快，产生种种的苦的果。所以，烦恼的部分、嗔的部分、业的部分，还有果的部分，它都具足了。这个就是由嗔心而升起后面的种种果，而果会不断的延续下去。于是。 烦恼的十二缘起就完全的具备，而且发展下去了。当我们懂得佛法以后，同样看待烦恼时，你会发现，哎，这个就是嗔心呐、啊。你会认出嗔心，认出嗔心以后，因为你懂得佛法，所以你晓得，哦，嗔心无非是因根源和合的粗大烦恼的产物而已。它也是由因根源所出现的一种暂时的现象而已。它只是属于烦恼的一种暂时粗大的现象。 它没有任何真实的自信，它也是取决于其他的外缘而升起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你了解到这一点以后，依着嗔心而产生的业就不存在了。没这样的业的话，后面的苦果也就消失了。所以烦恼升起的时候，业跟果是没有的，业的这个部分跟果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 文殊真实明经里面才有一句话叫做“刹那成正觉”，一刹那中成正觉，就是这个道理。他认出的当下，后面的那个果、业跟果是没有的。哦，那等等，到龙道等等的松动，到罗人道呗，道吧，两个人道呗，等等呢，缺他们这，缺他们这个缺因，缺他们这个缺尽。 강다강낭대백의대라신춘인데동반이래시춘인동반이도 떠배 되네 마리바 가두어스 마리바 가버려 졸라 대가운데 가라 두지가 되네 두지가 레데 마사거나 되네 남시가 되네 미소기지르바 시도 되네 가시바도 림지 가데스 지게도 되네 마리바 가베 두지가스 마리바가도 두지게레제바스마다제자원네제원가베제와메나데네가와다시와즈요마레제와가베가시당데냥에다맹안도바다동아와다이메도와다초반나무가버레교데데더동이지 풍부침부 바시분디가버레 주로시다제덴데 룽중그 조단신 룽도그 조단신제시아운데가데네 마소 所以以上讲的是十二缘起的顺次门，就是依顺序而生的这个规律。那接下来要讲它的环灭门，环灭门意思就是如何遮止，如何让它灭掉而没有广大苦运。 所谓的环灭指的就是了解一切有法的自性，是最终呢是回归到法性。所谓的法性指的就是诸法皆空，了解一切法实际上是空的，这样子的了悟，使得一切的缘起就此中断了。因为了悟一切法空，所以无明就灭了。无明灭的话，行就灭了，因为无明的下一支是行。 由于行灭了，它就不会有有为的业，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的话，下面的那个事就没有了。事没有了，就一直往下都会一直一个一个会断掉的。断掉以后，断到后面乃至于生灭了，生灭了老死就灭了。所以在经里面才说，
无明灭故行亦灭，也就是无明没了无明，那行也就没了。那么，一直到没有生的话，就不会有老死。没有老死的话，依于老死而来的忧愁、来的悲伤、苦恼等等，这后续的这些事情呢，也都灭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苦运，就是苦的集合这件事情，就会因为了知诸法法性而结束。这个叫做还灭门。我다대개때는아머리괜히못때려콤사던다뒤뒤를대체다라차도시에지나대인이뭐다시냐바콤바다차도지니기뺀조아땅땀냐다땅다던데게지준비텀바던들라때네저차도시처보이는거잖아다시냐바콤보레스가래서나아나야때네지준도론준되게남년다되고요이제코다남년다텐텐도주노노주되고다약불이운차바가려요그래코더바나시나야되고도운이더바찍바래대도깔아코토바디약불이삼바어찌삼로도땅고래에서나대완더바나시코대완되고도나동의면더바나시코동의면더바래운이차바가려요그래서다다년다차바가야면도삼바때는다시냐바대공부를해서준줄래다들신도냐바는당분이도배대공대다동의냐바는탐제다시송월에자스以上就是对治无对治愚痴的缘起观，再来讲下一个观是对治嫉妒心的自他平等观。那么嫉妒心是指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荣华富贵种种的享受还有名声远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假使产生难以遏制的嫉妒心，这时候来修的观想是自他平等。你应该想着，哦，我也想要追求名誉，我也想要追求财富受用，那他如今也得到了财富受用，也得到名誉，他跟我的追求是一样的，他要的东西是我要的，他不要的东西也是我不要的，他不要痛苦，他要快乐，跟我都是一样，那只是今天差别只在于他得到了，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追求的东西都一样，那他得到了，那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自他平等观，觉得他要的东西跟我一样都是快乐，只是今天差别在于他得到了，那我应该替他感到欢喜，他跟我一样不要快不要痛苦，所以呢他今天能够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替他感到高兴。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呢？用这个样子去看的话，不管是面对怨敌也好，面对亲人也好，都是平等的，一律平等的视之。如此去修，叫做自他平等观。就像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第一须勤修自他平等观，苦乐与共苦，自护己与护他。啊，等等。아랑아제시에지나대인보다시제와콤바선도다디아제시때망아선아치고거래선랑게랑지코라치고잡아시행시행사로마당과다디인사래디인도갈아아또코로에난게심지도다제드네랑코라진진자디네시르당대거래그래서그누구주나좀가르치는지켜봐면선배좀나대보고나야보고어제발뒤에때네먼저거완나로동행해야겠다규칙도잡아버렸어뒤인도가나나대완대완하시고코조야대완되고도인제얘기했더니나다시한게동행이접었다고그래서로다시접었고랑대서미샤미대서랑대수어래포류보드뿐아지금동해친부지금좀랑기부에저딱맞배친부이선생님뭐이제여태파류보살로마당대가나대표그동해요사때라랑기때는삼로당랑대대코나시지나중나가재용사를삼로당아시지금은도코동해들의용구도해서로마당을삼아지야타도지세유지파류보드그조절이야부지게여봤지랑을가리매봐야나근데랑게차도지거든나코대사도양랑대랑대사코샤주제대가라대화들어지는것도딱
그리고 민두 때다 나한테 대화용하는 시 코아 그것도 뭐 다시 제네 뭐다 대제네 양내제나 근데 배 제때나 대화 투지 좀 그래서 그 배나 또 뭐 저거 산게 근데 아주 주주나서 마도 시합 지식으로서 와 다 뭐 시작한 말 제바랑도 제바도 제바도 소소랑도 제고 제 나더니 코아 나라 녀라도 참아도 중화래서 두바 샌드는 두바 저바 산제거든요. 랑게 된데 파 육네. 되는 샹게 된 장자 전에는 갈래갈래서 상제네. 되는 제대로 팬데 탐제다 도수 중화래. 어서 어디 삼모 도스단에 다시 제와 공부를 해요. 송하다. 接下来 如果 傲慢心特别的炽盛，也就是自我中心太强的话，就应该修自他交换。张教授的翻译是自他共振，现在大家都是翻成自他交换了。那所谓的傲慢心偏盛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太自我中心了，太过于珍惜自我，然后把他人作为成就自我的代价，完全不顾他人的苦乐，这样子的心态都要透过自他交换来对治他。因为轮回众生都有爱我执，然后有的众生他特别的强烈，爱我执特别的强烈，强烈到可以不惜他人作为代价，不管他人多苦，认为他苦就苦，我只要能够成就自己就好了。正是因为这样子只顾自己罔顾他人的想法，造成了我们在轮回受苦的事实，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想。所谓的自他交换，就是交换彼此的所处的处境，然后从他人的角度来为他人设想，这样子的修法呢是自他交换的修法，想着他的痛苦也是，但是他不要他的遇到这些痛苦，如果我今天变成他的话，我也不想要这些痛苦，所以就设身处地想，假使我今天变成他了，这个苦我可受不来，我可不要这样子的苦，所以呢不应该不顾别人的痛苦，或者是当你在嫉妒某人的时候，因为看到得到了很好的东西，有财富名声地位的时候，你应该设身处地想，假使今天我变成了拥有财富地位的这个人的话，旁边的这个人他没有财富地位，那我应该要与他共享，应该要顾及身边的人，这时候也是一种自他交换，想着如果我变成了他，不应该去嫉妒那个拥有的人，而是如果我变成他的时候，我要如何能够照顾其他的人，这样子交换角色来想的话能够给世上带来很多的安乐的。在轮回的众生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只顾自利的自我中心，就像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愚人行自利，能人情自他，能人指的就是佛陀，就是众生在轮回当中的众生非常愚昧，所作的所为呢都是以自利出发，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痛苦，而佛陀呢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谋求饶益其他有情众生，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别才是如此的大，一个成佛，一个在轮回当中受苦。我的都是娘内建立的，那天哪，大接不能接不的呢，眼睛都接不了，接拉子，大精神，所以说啥全部这样的，因为他们这个大，人工的差掉了，大没办法，大都松，大都松完什么事，这啥全部人上班去，看看没得吧去了，啥全部人，这怎么了的呢？这怎么的呢？马里巴去，马里巴得了的呢？对着他下当这个他用我的这种个人。第一个就看了但是我就考完那了他等等我就决定那了你要了什么他的那用过的话。我的先不见呢他现在那些主要嘛的三八千。第二个就看了他真正的怕下。但是现在不见不存在。真的真的有点贪心他的那用过有吧。真的讲吧。人家讲究心，等到了等了等了，这个金巴当就出点松就烧把红酒，打等了嘛，准备打的就拍起这个喇嘛这个什么，等了用过多啊。第一种说呢，等了就等了，第一龙就普通烧把用过了，原来写不了这了，等了大心大下山了，先下山让的让下山先下，
다도 냠내지야소나 네 아 연대 탐지기 주고 다 대인도 가라 다니 견제 시행달라 연대 자수 시행전에 다도 제바 돌아왔다 시행아빠는 공부를 다도 모두 냠내 다도 지조나라 냠내도 그것도 와 아 근데 지금다 제 대외신이 나데 개갑되게 뽐뽐대 다 근데 지금 시행에 아 봐 시행통에나 가데 평소 반도 용사래 로와 어 그저 시원하지 출루게 저 말이 네 낭백 낭백 게 저 말이 네 저다 제대 나라 출루 간데 지는데 배주 땅 토벌에 근데 시랍 저 거래 탑 저 거래 근데 탑대 시랍 내가 보내 좀 아주 제조 나라 배주 저 땅 토나 원래 저 아 대화 양타 버지 요규 다 용규 봐 태소 매 버지래서 透过前面所分析的道理，我们晓得爱我执是有过失的，是不好的，自我中心，以自我为最主要的这样子的想法是一种烦恼，是会带来祸害的，是带有过失的。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点。为什么它有很多的弊病呢？首先，诸法的本性是无我的，可是我们在这上面忘，就是无端的想了有一个我在那边，并且执着着产生我执，不仅产生我执，还认为它非常的重要，这个完全没有根基的东西非常重要，所以你产生了爱我执。除了我执之外，你还非常的珍爱它，觉得它非常重要，乃至于可以把别人都牺牲掉，这样子的思想就是无明。因为有这样的无明，所以会有三毒，有三毒而造轮回业，一切轮回的烦恼，一切轮回的麻烦问题，都根源于我执，根源于如此的无明，特别是爱我执。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就要晓得该是时候不要再发展爱我执了，要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爱他执，也就是所谓的爱他心。以前是珍爱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是要珍爱他人，对他人修慈心、修悲心、修菩提心，然后希望这些慈心、悲心跟菩提心实际上是一切安乐的泉源。为了要饶益其他众生，所以我们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修六度婆罗蜜多，世间的一切幸福、安乐、圆满的一切事物都来自于爱他心。所以当我们在跟他人相处的时候，要常常修自他交换，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从他人的角度来考量事情，去珍爱他人。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爱己生诸过，就是爱我执会导致种种过失，利他功德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应该要断除爱我执，请修利他心。在社会当中，爱他的心是特别重要的，自他交换的观念，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观念是格外重要的。我们想想，如果那些师长、那些国家的官员，他们都能够了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重要性的话，那这个能够产生到的饶益是多大的。就像是先前不断的呼吁的，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并不是宗教宣传，而是正确获得快乐、避免痛苦的方法。如果我们真正要造就这个世界的真实安乐的话，就要讲究方法，就要讲究智慧。而这样子的智慧跟方法，实际上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如果能够这样，大家都能够这样子去想的话，毫无疑问的，一定能够创造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快乐。哦，大爹，大爹呢，牛毛吧，差娘吧。number of dogba, Jibu, Chisha, Chawa, some of the Mixeke, Nomoshinda, Mabajina, then the Lunga, Lapte, then the Semma, Chogre, Santa Chagres. The Conderson, Lung Tawat, Chendulos over two Como, Cetare, Chungaba Zule, Tanta, Chendu, Jobata, Tobatan, Juruata, Yunda, number two, and Deus, the Sundua.接下来第六个观想方式，第六个禅修的方式是，如果今天烦恼大致都差不多，也就是说没有个烦恼是特别突出的，前面都是针对突出的烦恼做对治，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哪一个烦恼是
格外强盛的话，但是分别念仍然是异常旺盛。在这个时候修的方法呢是观呼吸，就像是俱舍论里面所说的数随与止息，转观与静息，因之有六种。这指的就是数息法。大体가르쳐나는아롱데저나맨나르르나셈셈나르세레소소대세게다곰데곰자세게사제테나라데칸라랑르데라네르데체르나라셈데데바체아셈데르르제션도마영바제맨나르르나셈셈나르스테레다텐데지칸라테네아미그테마나즈다시오레아다다남나추드야나삼데엘라가스도도시오레오데데제네데정말지나주신거기레제제네테네룽데아제티소어든아룽데너군네아나고네드네저거대외그참내야나고네야테코발마소대외파도좋아지삼당고다데전데코라찍라데당가찍누야테마즉당도가나코라찍레와데델라든코라찍제네드네데데찍니숨시스대롱대코랑싱게즉남겨게우타우도와나시지마다우테렘부다통부테미사사야마레어도스나그레스나스先来讲这个观呼吸的禅修。按照着口诀教授里面来说的话，就是由身而心，由心而宽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在你的禅修的场所要有一个坐垫，禅修垫。在禅修垫上面呢，要安坐的是什么？就安坐你自己，你自己身体安坐在上面。当你身体安坐的时候，要待在身体里面的是什么？心要待在身体里面，也就是说你心不要散乱。那心待在身体里面的状态是什么呢？是宽坦的，是不会随其他的事物而分心的，所以叫做由身而心，由心而宽坦。也就是说，身体里面要心能够专注在身体，身体要能够安住在垫上，然后心呢要能够宽坦而不散乱。在这个时候来观呼吸。那坐姿方面，大家都晓得了，有所谓的毗卢遮那七支的坐姿，眼睛观鼻，就眼观鼻。那这个眼观鼻指的就是目光看着自己鼻尖的位置。然后呢，以毗卢遮那七支坐正，或者是有所谓的禅定五支的修法，这大家都晓得了。再接下来呢，是去观呼吸本身。那它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首先是吸气，吸气呢就从就观着这个气是从大概自己的肚脐的那个位置向上吸，然后经由自己的鼻孔进入到体腔，然后进入到体腔以后呢，又往下走到自己的肚脐的位置，然后再来呢呼气出去，这样子一吸一呼算一个循环，如此反复下去的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三个循环，这样子去做观的。那做观的时候没有说特别要控制的气是长气或者是短气，不要紧的，就是自然的呼吸的规律，用自然呼吸规律来算这个循环。总而言之就是从脐间从肚脐的这个位置吸气，经由鼻尖进入到身体以后，到自己的肚脐再呼出来，这样算一个循环，不断的这样子练习。我的了现在弄到先他的人生呀，这些什么概念嘛的，这弄的过来的，这长个的，讲的的呢长个子，你送速度是目的呢，这长个的干了弄中的干了长个的干了什么下呢，都是带回来。但是长个长心别干了，什么的。七六七七十呢？
어, 어, 나 내가 저기 삼바자. 나 치지 저거 삼바자. 그래서 남도 깨서는 깨봐. 남도 하고 왔지. 잠깐 권해주고 그래요. 권해야 딱으로 두세요. 이제 갔다 남도 이렇게 발음 맞추고 권했더니 장가대 가서 로토도 어디라 되는 신의 공부를 예송한다. 这是一个修极止的方式、啊、那当你在修它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区分气跟你的心之间的关系你要把它也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心专注在气上面不要把它分开了、在数呼吸的时候数息的时候呢你只管着心专注在数息这件事上面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三个循环四个循环你只注意到这件事情心安住在察觉气的进出而已只管这件事情如果突然发生了一些分别念比方说突然想到哦，我有件事情还没做、哦、我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这个就是念头进来中断了你的专注只要你一发现专注被中断了那就从一开始再算了就从头算起所以你要不断的这样子练习看看自己能够在不被妄念中断的情况下能够数息数多少这个是承办极止的一种方式我在读长的时候长个你是自己把的了长个长红的话那么多穷给那么多先给把的马就把这长个的长途呢对呢신에 다 다 다 지 다 다 룬을 땜백에 아 신에 다 신에 고추구여래서 신에 무슨 토비어 말해 이나야 다 샘내야 그지 고추구하래 어때 또 다 뒤에도가나 아 저는 가서 장투고도 다 균투 따고래서 망치야 장가 숨쉬는가 좋더만 남도래지 그래 야 지금 권해줘 야 남도래지 권해줘 그랬더니 나도 욕그래다 所以你就这样练练练练看能不能练到21次21循环这当中完全没有被任何念头给干扰中断如果能够达到21个循环都没有被念头中断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称为依于气而修极止刚要开始刚要开始哦不是说已经上路了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说你已经有了极止的功夫我们还早只是表示你的心稍微安住一点了所以说你的极止要启程了是这个意思那你需要做的是长期的这样子修下去看看自己的功夫如何为什么说要长期这样子观察下去呢因为大部分人大概到了第四循环第五循环第六循环就要跳到第一循环去了然后呢又再来再数到四五六的时候他又跳回去了长期的这样一直挫败很多人又开始觉得烦了啊本来小学没动过了在公家呢小学过三档了吧哈哈哈哈小学还得上过呢然后小学学过了这个真的要过去了吧人工卡拉亚那两个过来上了口口的这都这都这个把都麻烦把这呢这现在路段现在路线的刚才都是空间的也不要的那是为什么说很难达到这个状态呢因为假使你今天早上起来还没吃早餐你就开始修了修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哦等一下早餐要吃什么呢那就断掉了就要重来然后等到吃完早餐了以后呢你又开始想哦待会午餐吃什么等一下上班要干什么所以呢又断掉了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不被这些念头给干扰不要被它给阻断了但是同时又能够保持身心都是宽坦放松的这样子修这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要不得把这切了的时候我先给你用过滚他学过工匠了他特别没有我先给你用的看着这个那来结果呢卡拉卡的结果呢他送了台链的回样比方说你今天下午有一个约会有人来要来找你那你早上禅修的时候就想说嗯下午某某某会来我要怎么接待他呢有什么东西要给他呢那这时候你的禅修就被破坏掉了哦那长子的刚长啊你是自己把他家通了他就学问那些对呢
신에 거 줘야 돼. 신에 다 줘야 돼. 신에 뭐다 주고 하래. 그때네 당가 니슈네 납쳐서 봐도 봐. 도서 봐. 당에도 다 그래. 就像刚刚所讲的，数息就是要这样子练到，二十音循环都没有任何的中断，然后才算你的极止的开端，准备要开始休止了。那你如果能够达到二十一循环都没有中断的话，那你就看看从二十到五十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延长到五十，这就要观察了。他的呢，弄大亚的大白，这个是合适不合适的，别得不得中，要他还没完成，长个高脚长呢，或者长腿啊个，大身体，和就六步修啊，得得就差松了。对弄个长个马扎子呢，弄个结束招生，等到现在是弄代表卡多呢，什么的弄啊，这什么的弄呢？他在都，就到他在康多阳上了马扎巴子，他啊，台湾呢，七罗呢，那股呢，南的这南给台湾，等那七罗巴达弄个结束让的都，等那现在公布的也算了。而假使前面的这种数息方式你都做得很好了，已经非常稳定了，没什么问题了，你能够非常轻松惬意的又非常宁静的做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教授就提到了，下一个阶段就不要再去算那个数字，不要算几循环，你只是单纯的随着你的气而助心，就只是这样子，你也不要去管这个心跟气息到底是同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你不去管，你单纯的只是把专注力放在气息的进出，同样的你还是从观想这个气它的来源是自己大概肚脐的位置，从自己鼻尖进入体内，又来到自己的来到自己的体内的脐间，这样是一个循环，你不要去算那个循环，但是你仍然是保持着这样子的觉知，也不去管这心跟气息到底是一还是一，你不去管这件事情，你只是这样子去看着气息的进出，这是下一阶段的禅修。啊，等那打，啊，弄个结束呀嘛，都是弱的呀，对呗，刚也没吧，要不说是到，要不去查呢，什么的，那么多个想法都马上话就要不去查呢，等那叫吧，等那这。弄了蛋吧三只个，然后在那工可多了，就弄了蛋吧三只，剩的下呢，然后就在那么多的结果多呢，就单位可多得了，剩的下呢，弄的蛋三只了，弄的当过了，当我说五天个了哇，五天个了的，然后就单位可多的弄了，等于剩的呢，我到等待这个。대화야는나공어떻게와가사래아지금지금쌤들봐티브호나야쓰나고가도야샤야쌤때서거부차나마때왜가도라샤도스공부래송하래假使你循着就跟随着自己的气息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禅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大概也做得很好，自己心不太会被分别妄念给左右，这时候你的心大概就比较安住了，比较稳定了，那这个时此时已经比较能够掌控自己的专注力，比方说现在气是在鼻尖，你当它吸到鼻尖的时候，你的心马上能够专注力就放在鼻尖，当气来到肚脐的时候，专注力马上来到肚脐，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能够随着你的气息而使心安住。那当然这禅修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昏沉掉举的状况，如果昏沉的话，按照教授来说，如果昏沉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心呢专注在气吸到鼻尖这边来解决昏沉，如果产生调举的话呢，你就把专注力放在脐间，就专注在这个气已经来到了肚脐的这个位置，这个事实上面以此来解决调举。我知道，那你是不是？
아 키라도 무슨 군담 슈트 간다 때네 키라저게 때네 아 티베 삼게 때네 마 티등에 티베도 저게 때네 그 냠요토는 마 티그래 때네 저도 냠요토는 약구요래서 至于细节的部分，将来如果 你们真正去投入闭关专修的时候，你们的闭关会有个官方导师，那时候就由官方导师他以个人的体验来跟你做指导是比较合宜的细节部分，我们这边不讲。啊，原来马些当当给马些的呢，写着什么之类，写着什么都写到偏多写到要马的。我前面讲的这些禅修都只是一种演讲而已，靠演讲是不管用的。我当多讲呢。<笑><笑> 你兄弟看这样多，但是他都真的打三条公过来，现在他现在公司办那些，真的农干，真的故事要的，对吧？许多都是公的，都娘们些，真的呀，真的，三条公有些，我到都真的真的，三条公有些都是呢，如果要的，你们看这一部论多么的好啊，他连禅修要怎么做都。 教了，啊，我们应该按照这里面所讲的，循序渐进的去修，包括，前行的修法也包括了久住心的修法，然后久住心已经达到比较圆满的时候，还有所谓的禅定的正心该如何禅修，这都是要循序渐进的，一直修下去的。啊，大都是这个大心，夜晚这个的，但得了就松多啊，但是得了。 牛毛铁打帮助就是买不了，娘们是两把三阿姐路上买把一些些吃水的，下半年下来下不了家庭多。哦，他那些下不了家庭的呢，天气急着了，不要拿路被居住，俺们下不了家哦。哦，他那的呢，县政府的人把带三对人就把了解包多啊。哦，不是啊，三对都是娘们来接呢。 要过去，那下面就是本论当中说到了，对于上述各种烦恼，需要断舍成办跟转变的修法，具体来说是属于密咒圣的教法，要按照马巴父子，就是马巴跟密勒日巴他们的师徒的传承的这些教法去了解它。那，比方，主。 比方说去修所谓的俱胜大手印，还有吉祥那罗巴六法里面会有这些具体的教授，这是属于正行的教授，应该要循序渐进的去学的。那以上是关于如何修炼自己的心而去入禅定境界的方式。哦，谢谢他。那另外一位是，那今天下午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啊？ 我说彭彭啊，农路啦，杜杰给彭博是阿的，卡里瑞斯。杜杰给彭博是阿的，但他心中的这个是连杜杰的。杜杰是，就当见了等的连杜杰那个，俺的心中我不就阿杰要的。阿的这是什么那些，错了当杜杰你的怕断的话，那都听你的心中那要的。那我把恐怕当那啊。 第二的心中我们就爱，我们觉得呢，脾气是不是有点？那是的，要的动作的，啊的，牛毛白，牛毛白心中，你学会有，是吧？等你得了，台湾心中着急，啊，等你心急如刀，关注他，等你要的，都是心跟心跟，那心中那么的动作了，等你来，我就。 所有的，这个行呢，它是跟，就我们刚刚也讲了，它是涉及的意思，召集因缘的意思，由于行，所以造种种业，它是跟心所有关的。我们提到心所有51种心所，那刚刚在分析五蕴的时候也说了，受蕴跟想蕴是属于心所的一个部分，那它是属于粗大的，但51心所它会。
集合在一起会产生业的作用，那这个集合就称为心。那心所的主张在不同的论点当中也有不同的主张，比方说大圣的阿毗达摩集论里面讲的是51心所，然后俱舍论里面大概讲的是47心所。那这些心所呢它有各自不同的类别，比方说烦恼的心所有20个心所，然后与乐相关的心所呢有11心所，如此等等，它讲的是心的不同的状态，而这些心的综合状态如何去综合它的那个摄集的效果，就成为涉及综合心所的作用而产生业，这个叫做行。당연한테결론을제게다그디스바그래서아차도기뉴몬바된디셰체나디네다시아조바디네제바제와디네공부를하디네송인바디네가서체메시낭로라당뇽체메기공바당디다시제외다공연디체바여러번있어요아제시아진다시쳐와차도시아진다시냠바말해다시냠바라에차도시아진은다시냠바래어다시냠바래어네다시냠바래차도시건지와인사말해네냠바인사래다시냠바어에자디단당뇽당뇽체맹이검당당제발여러분아단다세세단다테레다아차도시아진나다시냠바스어디들이땅용부지래이제어디들어니를차단이다땅용을내버지수도와맞습니다应该是自他平等嘛，那这个自他平等来对治嫉妒心，确实就跟在修无量舍心、舍无量心的时候，那个观修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无量舍无量心指的就是愿远离爱憎亲疏而住平等舍嘛，既然是那个住平等舍，指的就是观自他平等，确实是相同。啊，那大的啊，尊敬老师侬啊，啊，大的先都两百年，当过年都光百家子，再到东岸两百年是吧？啊，台湾对吧？两百嘞，东岸面对吧？两百嘞，现在开发卡里奥嘞，三百几个钱的呢。다시는아주직발에도가삼바직어마다이나야곧대원되고동현면되바래한기녜에나곧대원되고동현면되바래직발에도삼바다다다녜발마탐제라더니저기대단동현냠바다아대원되바다동현면되바냠바이도그래저기때다시냠바고무수就像刚刚在引述《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首先需勤修自他平等观，苦乐与共苦，互给与互他，就是我们要所谓的观自他平等，就是要看我们的共同点，我们跟其他众生的共同点，怎么个共同呢？离苦得乐的需求是共同的。如果大家都是需求离苦得乐的话，那我们哪有任何的差别呢？我的怨敌也是需求离苦得乐的，我跟他是相同的。我的亲友也是希求离苦得乐的，所以我们也是相同的，跟我非亲非故的中等的一般的人、寻常的人，他们也是希求离苦得乐，所以跟我也是平等的。从这三方面去看，所有众生跟我一样都是希求离苦得乐，因此自他是平等的，用这个方法来修自他平等观。他能到南山我大仙娘把这肩膀都呢我都是空的的呢이제충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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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主出版中间呢，两眼睛都撑不起，恰当给结束，当当呢，两眼就断了，倒对面是，恰当帮些热情把松下来，
어디에 대가나 다다 가서 공주 손에 차단어 공주 손에 남산 걸어 남산 남산 데데 또 대가 커버해 다음에야 이 제대로 냠네 유령부 제대로 그도 야 레라부여래 인도 가나 먼저 지금 랭에 봐 사셔 봐 대도 그지 지금 방조라 차봐 신조라 땅에 심지 슉침 보여도 가데 또 갈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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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거 디바 장게 장게 저 저 공부를 해서 말해 在修自他平等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太可能一开始就达到自他平等，就你不太可能一开始就修成功的，但是持之以恒的慢慢修下去的话，大致它会慢慢的趋于平等的。也说一开始一定是在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你对于自己这一方一定会比较贪爱，对于其他人一定会比较偏袒，会没有那样子的那样子的真爱心，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你慢慢的修正，它越来越趋平衡的，就一开始的非平衡状态，最后会越趋平衡的。就像是至尊弥勒日巴曾经说过的，在众生在六道众生冲突烦恼的大乘当中，又因为业力跟烦恼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受到业力易收果报，而又有种种的差别。那这些一切的根源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不平等的心，所以应当要断除这些贪嗔的不平等心。就像他所说的，我们要慢慢的去遣除这些由于恶业所造成的没办法达到自他平等的现实状态。当然你没办法立即的改正，没办法马上纠正你的错误，但是透过实修慢慢的去调整，即使因为过去的恶业，我们会倾向于偏好自己的偏好自己人，然后对自己人以外的人产生敌意，虽然是有这样的不平等的关系，可是透过不断的调整，它最终还是会平等的。想请问的波切，就是有关于自己曾经也有那个独处的时候，然后领略到那个这一生亲友啊，还有家人的经历是如梦如幻，但是那个孤独感会有产生一些恐惧，要怎么对治？콩 참참되네 랑랑 지부 대용도 강라다 랑랑 긴니에 콜당되네 빈자대소다 문의장내다 주마당 밀람남신게 초화된지 종용세 이나양 디즈 잡이 초화 종용도 강라다 랑랑 지부 레샤 성 랑랑 지부 밀람마인바 레샤 되네 대전 강자 잡이 제송 디가래 제거세 오다 rāngi nyēnyi rē sāngwa jima mēlam tāpa chā tōngsō na tē kāwla rāyā jima mēlam tāngshī rēs rūwa rāyā jima mēlam tāpa chā sāmlō tōsō tāngdā tā ngādā chā sā yaw mā rē tāngdā ngādā jūjū na yaw bā kēl tē tāngā yaw jū na suyā rāngā jīg jū lā sā tā nyēngā yaw mē bē jibā jīwā sū shīng sā ngā sīngā jīg tā sīngā jīg dūb yu na ān jibā jī rūng rēs jī chok rēs tāngpū ngā sīngā chūngā mādhū pāla jīgbā chīngā sūrēs, sūlā jīgbā chīgā rī, jīgbā chīngā jī sūrēs. Tī sātāng sōtāng chā sīngā tāmāyī, tāni rīpa tāmāyī sī tū rīpa, o tūs chī khuṇḍā tīni, jīgbā chī sī yuērā shīng chūmīndu, tā tūñī sīngā tī, bē chīlāp chīngbū chī rī tū, sāmni, o tūs sāmū tāngdā tī, kā sīmna chōhā līgā rīs, jīgbā chīvā chāp tīla sīmna chōhā līgā rīs. 当你体验到亲友身边的人都是如梦似幻的时候，那么亲友与亲友相对是谁？就你自己啊，你自己也是如梦似幻。如果你也是如梦似幻的，那有什么东西好恐惧的？没有需要恐惧的时候，就像是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自我实存故，理故当生怖畏。若我非实有，何人生怖畏？就是说我因为你认为自我是存在的，但自我是存在的话，那当然会有恐惧啊，当然会有害怕啊。如果今天自我非实存的话，
是谁在那边害怕呢？当然没有一个可害怕的事情，也没有在害怕的害怕者了。所以你应该要去观这个，去观入菩萨行论所讲的这一段话，还有刚刚所分析的所谓的自我到底何成从何而来呢？是从我们的皮肤吗？我们的头发吗？还是我们的指甲、我们的骨头上面去建立自我呢？从哪个地方分析得到自我呢？没有。当你这样子发现原来自我也是如梦似幻的时候，那么前面所说的，如果自我不存在，就没有什么东西好恐惧，也没有一个恐惧者了。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想到，哦，原来空性的教法确实是这么有加持力啊！因为了解了空性，所以没有恐惧感了。这时候就要欢欢喜喜的去接受这个空性的教法。所以取而代之的就是，不仅没有了恐惧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空性教法的好药心、雀跃感。好，那说他也会这么说。好，那今天很圆满，到这里。他总是那些那些修个那些，俺做的送完这个的，伢呢养多把啊，电视机呢，感觉突突，伢们那也得开心不得是。是，如同先前跟大家说的，对于经典祖师所说的话语，应当要常常自我提醒，并且拿去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里讲说呢，等呢，其他做的拍去年被过去不的，那个写了嘛些就嘛写被过去不的是。如果这样子，你们真正能去实修的话，那去闻法修行佛法就成了有意义的事情。我在这边就是似懂非懂的教大家，也成了有意义的事情。啊，这里这里都把做把三节了，说话痛。但是要买大部分不去了说话头的去了等等就热死。那是如果这样子，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去祈祷至尊圆满的佛陀无与伦比的冈波巴大师，那肯定会有加持。可是空间的大家这个缺陷呢，可开别两段啊，就是送下马的。那是我呢这个扩张的这外有别给的呢，我们就是在谈见학보도고란된대화에걸로마콘라매바용에돈채도되니즉돈조심제돈도지금코와동의자도전부를대남겨서고생겨코와찌마탐나찌마로삼백에된대게저기장주쌤슉첨부셔도대회권을막삼십에된주시래요当冈波巴大师在写这一部论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试图摆出一副学者的姿态，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博学，而是真正的以纯正的菩提心，希望与他结缘的一切有情众生，整体来说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他想要饶益的对象，特别是与他结缘的这些后代的弟子，对他怀有虔诚心的弟子，他愿他们都能够解脱轮回三有的苦海，承办佛陀果位，所以才写了这部论的。哦，本座萨埵萨摩耶，摩诃巴瓦耶，巴瓦萨埵德那巴，地藏，苏多卡耶门巴瓦，苏布卡耶门巴瓦，阿耨那多门巴瓦，萨瓦悉地门巴耶多，萨瓦卡那苏萨门，遮那悉利耶，波罗僧，哈哈哈哈哈。萨瓦达达嘎达，本座摩耶门萨，本尊巴瓦玛萨摩耶，萨埵啊。请大家翻到法本的14页回向。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怨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犹如文殊勇士大智慧，复以普贤菩萨如是性，追随彼等一切我学习，以此功德一切尽回向菩提心妙宝，未生愿即生，以生勿退失，辗转愿增胜，祈求上师贵体圣妙康，祈求尊身寿命及长秋，祈请事业其志圆满胜，
愿得无离上师其加持，所知广照遍智法之尊，缘起借处自在直供八尊圣直供教法遍有际，愿以文思修成教正法。